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刚。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一道正宗川菜辣子鸡。关注西瓜视频美食作家王刚，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。辣子鸡。首先我们准备子公鸡半只，把内脏去除之后群鸡归肉，然后用毛巾把水分擦干，减少多余的水分可以提升口感。首先我们准备子公鸡半只，把内脏去除之后群鸡归肉，然后用毛巾把水分擦干，减少多余的水分可以提升口感。首先我们准备子公鸡半只，把内脏去除之后群鸡归肉，然后用毛巾把水分擦干，减少多余的水分可以提升口感。首先我们准备子公鸡半只，把内脏去除之后群鸡归肉，然后用毛巾把水分擦干，减少多余的水分可以提升口感。关注西瓜视频美食作家王刚，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。